道吧？那你等一下，都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吗？所以我今天阿静老师出了一个最困难的题目。来来来，这个也是很早就来到这边的好朋友哦，这是什么歌曲呢？说恭喜你来送你一个开运金币哦，希望你今年福气旺旺。来，好来，当然欢迎我们现场，哎，又看到你们了，好开心哦！欢迎欢迎，啾咪啾咪，他都会跟我比啾咪啾咪，可爱了，可爱。主角是动不了，他就一定要把这个坚果塔拿到这样来啊，真的是在诱惑我们，我要让你们吃。很好吃，因为我自己超爱那一家的，真的很棒很棒。今天其实来到这里都是我们麦聊首选的，但哦，很多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康的都在这边哦。当然，等一下，多加有人一直给他们讲哦，兄弟，今天是刚会来啦，乡长来到现场了，来欢迎我们麦聊首的大家长蔡昌坤、蔡乡长，乡长，乡长好，兄弟好，兄弟有多加。都家已经有人来个家吼在等你啊啦，有人哦，刚刚问我说，好几个跑来问我说，乡长哥哥会不会乡长？他们都说乡长爷爷啦，那我觉得我们乡长叔叔就好了哦。来来来，大家陆陆都怎么拢走过来啊？来，用右边个来跟大家哦问好一下，我来邀请那个迄个音控老师帮我把麦克风哦，平常你有没有乡长的忠实粉丝？看嘴看嘴，忠实粉丝，都来被阿秋进来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都可以排队来握手嘿，来来来，可爱吧？咱你的主持人 Amy 哈，啊各位团队的哈，乡长好，大家早安了哈。咱的各位作为咱的乡亲时代，各位贵宾，啊各位长官，各位咱。外围来的吼，咱乡亲时代，也是咱全省各地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暖意啦吼。即摆天公吼已经吼，小可透啊大事啊，即摆已经咧出日啦。出日的时阵来愈侪人吼，你看阮高速已经主管嘛拢真认真，吼咱所咱在地吼，咱所有了咱在地农业吼，咱在地产品吼拢真侪一只咧摆摊，因为风较透啊，事实啦吼。我第下昨有直接讲，咱风头水尾，所以讲哦，要办这个活动哦，真正足困难，办咧是无爱办啦。最后是惊是风出头，对啊。买风出头的时阵哦，办较活动的哦，我叫 Amy 办较大动，较大厅的啦吼，会较侪钱的，好唔好？好。好。好。再来吼，较热人的时阵吼，较热的时阵，我热人的时阵再办暗时，办暗时较热闹吼，较侪人。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这个活动一定要继续办，因为咱未了都进步，都是进步吼，未了建设脚步未使停吼，未了吼老中小吼，个福利嘛未使停，所以讲呢，咱个福利一定要越好，咱老个边偌久就破五万人啊，个边偌久就破五万人，你要相信无？相信，一定会的。一个月中间，咱未了千偌济人来，你知无？你知无？够多个，千五百个。一个月千五百个来，咱袂了了。即马咱用49,400几个咯。吼，那下过过年之后，那这头三月份哦，头破五万。五万人。头破五万人，所以咱袂了会破五万人吼。所以咱袂了会愈足侪人诶，愈来愈侪人。希望未来咱袂了进步，啊袂了会使讲啥吼，叫做多次化。啊，未了，一定爱搁较进步，就是讲，咱若所有的咱乡亲时代，啊，是讲咱出外的跩吼，吼，离乡的人去办位的时阵，希望倒来，甲咱地方吼来推广，如果咱地方的地方吼容易要的产品，啊，是讲有啥物爱较好的建言，甲乡公所讲，乡公所来做较好的，会从建设，好唔好？好。咱这暗时哦，实在讲，咱这吼，咱本身哦，嘛只吼公园哦，这公园暗时电力嘛真光啦，啊是讲无无人来，就是风真透，你听有无？无恁灯光嘛足水的，你看咱的会走到啥物，会袂输讲倒位。恁讲去别位咧行，所别位公园无咱遮水，我甲你讲，是灯光的水。啊，灯光的时阵，咱暗时拢有。所以讲，咱即摆灯光每一个所在，你看暗时足多。即摆人工吼。今年又开始开千外万，要改咱的走道，所有走道了要甲含灯光、暗时灯光、圣光大道，就是讲暗时较侪人，
啊，较侪人是阵希望讲，大家咧暗时就只行，当下来较劳力，啊是食饭饱，后来再运动拢有。咱这运动是足侪人啦吼，比如讲未来会当带动咱吼出外的人啊，好朋友来咱未了佚佗。即讲暗时恁未了多少人行有，咱未了城乡公园是足好个所在。吼，未来讲这个舞台嘛，要搁用较好嘞吼。啊，来用较好的时阵来表演，希望讲咱未来所有咱的乡亲士大会当讲。对咱未了，所有好的意见一定要提出好无？好。啊，今年吼，算咱吼，恁咱未了吼，看吼，有土吼吼，啊，先有麦了算啦吼，啊，是大家吼，祝大家吼，兔年行大运，啊，大家赚大钱，阖家平安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感谢龙丢，咱哪要个？感谢讲好。啊，我表演一下，我再发红包好了。你那表演，我那发红包。好好好，来，等下，大家哦、喔，先甲咱的乡长，啊，搁咱公所所有团队哦，今仔日辛苦的工作人员，咱给因一个上热情的鼓声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。你讲真正有够头的啦，但是哦、喔，客长有足早的来，到这伊就欢乐的。啊，当身为工作人员哦，还有我们公所团队所有的人员，也都很早就来到这边哦，来协助大家。特别要感谢大家，那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们，大家拜一拜，好不好？以中央舞为标，中央舞为准，拜一拜，好不好？哦，真正水水的迄个，但乡长，安尼哦，足无公平的，你话我都讲做点真像的，啊，无人，啊，你一来，全部拢有人。谢谢。哦，来。来好了，来接过我们乡长的红包哦！来，我们的喜，等一下呢，也让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福气满满，幸福满满哦！小朋友记得要跟我们的乡长叔叔说谢谢哦。那要说一声恭喜发财，有没有？恭喜！哎，对，大家都好棒，好有礼貌。好，都叫都炸的有人来到这哦，来咱们讲，哎，咱的乡长几点会来到这哦？我讲今仔日一定会来的，每年一定要来把幸福跟大家来做分享哦。那当然是希望大家兔年呢，新的一年也是福气满满，幸福满满，大家都大吉又大利哦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平安健康哦。平安健康呢，是我们这三年哦，哎，真的是心目中大家最期待的啦！哇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新年快乐，送你一个幸福小甜甜。好咯，你的老三哦，哦，好，新年快乐！好嘞，祝福你们。那当然了，哇哦，马上满满的人龙哦。那记得跟我们的乡长说一声恭喜发财。哎，当然也是把幸福跟大家来做分享哦。记得啊，小朋友都记得说谢谢哦，小朋友都超棒的哦。那当然舞台上好听的音乐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。OK， 接下来。